再不行，再我。没事，在头上看，肯定头上看。啊。你怎么那么肯定啊？你看他手就知道了，大拇指在上。谁背的？好了，已经裂了，刚才裂了，就是行。然后好的地方还能用。我的脚这里不成熟了，这下边细了。不是细，脚趾变了。啊，对，你的杯子细，就是细了，它细了，不脚趾变了吗？对，杯子细。这多少速度？600。我会拿一千二交一个，放网视频。你看这正品昨天可够快。你怎么买了几个？俩。还可以。别晃啊！晃不是。不是，这回来时候底下我得加个长的，那个太短了。拿新拍加个座。这么大，基本上一直在震一下。这底下这个光这个刀条，刀条震。就下面铺上张木板儿，放那个板儿就行。嗯，铺板儿也不错，铺板儿那个整体的就好。它前面加上东西以后，它这边耷了，那你得长。把那个座加长一会儿。明天在玩的时候没看到吗？打孔装上知道吗？下面换个长座儿。也行，问题是它那个不能反起来吧？直径可能要比这个大。